楚王家族与霍家两大顶级豪门同框，一字排开，气场强大，压迫感十足。楚王家族又大同框了，继去年合体后，今天二房三房四房又合体了，大家都穿着同一色系，奚曼瑶还特意穿了低跟，这是什么梦幻同框啊。3月23日，范思哲在澳门举办时尚活动，赌王家族与霍家两大顶级豪门家族也现身活动现场。赌王家族这边有何超琼、何超凤、梁安琪、何猷亨、何猷启、何猷君、奚曼瑶、何超莲、何超英、何超欣。C 位的何超琼气质还是那么优雅，有种长姐如母的霸气。上一次人这么齐，恐怕还是赌王葬礼的时候吧。而霍家这边，霍震霆带霍启山出席活动，二儿子霍启山至今未婚，40岁还是翩翩少年一样，完全不像是中年人。不过大儿子霍启刚并未携妻子郭晶晶现身现场，霍震霆父子还与赌王四太梁安琪和何超凤合影，真是难得一见的场面呀。